开始录影了，有分。
向会议进行，谢谢。本公司112年度营业报告书，请参阅本手册附件一。
第八页。好，那这个报告事项的第一案110页的营业报告书，我想请各位股东参阅手册这个附件一第八页。那如果没有各位股东有任何意见，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报告事项二。
公司112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个体财务报表，业经董事会决议通过。其中合并财务报表及个体财务报表，业经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查核签证，并且送请审计委员会查核竣事，并出具查核报告书在案。说明二，各项决算表册，请参阅本手册附件一第八页及附件七第20至38页。请决议。请问各位在座的朋友，不知道针对本案有没有其他的宝贵意见？那如果没有意见，稍后与各项议案合并票决，然后我们先进行下一个议案。承认事项第二案，董事会提案由112年亏损国补案，经请承认。说明一，本公司112年度已出贷补亏损金台币5,736,3,789元，加计本年度税后净损新台币8,173,8,681元，期末贷补亏损为新台币616,110,2,470元。说明二，112年度亏损拨补表，请参阅本手册附件八第39页。说明三，112年度仍有代理股亏损，故不拟配发股东股利，请决议。支配承认事项第二案，不知道在座各位股东对本案有没有其他宝贵的建议？那如果没有建，如果没有任何意见的话，稍后与各项议案合并票决，那我们先进行下个议案。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第一案，董事会提案由修订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请讨论。说明一，依公司法第267条规定，为配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所需，拟修订本公司公司章程之相关条文。说明二，修订前后条文对照表，请参阅本手册附件五第15页。请决议。针对讨论事项第一案，才麻烦各位股东参考手册附件一附件五第15页。那不知道各位股东对本案有没有任何的宝贵的建议？如果没有任何的，我想没有建议的话，稍后各项议案合并票决，我们再进行下一个议案。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第二案，董事会提案由本公司拟发行限制员工权利新股与重要员工案，提请讨论。说明一，本公司为奖励优秀员工，留住重要人才，拟依据公司法第267条及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之发行人募集与发行有价证券处理准则等规定，发行限制员工权利新股。说明二，本次拟发行之限制员工权利新股，自股东会决议后1年内，得分次向主管机关申报，自主管机关核准申报之传通知到达之日起2年内，得是实际需要一次或分次发行，实际发行日及授权董事长定之。说明三，本次拟发行之限制员工权利新股内容如下：一、发行总额以不超过本公司股东股300万股为限；二、发行条件：一、发行价格有偿发行。预定发行价格为每股新台币10元。二、既得条件：符合限制员工权利新股办法所定之服务年资与绩效条件等综合指标者。三、发行股份之种类：本公司普通股。四、员工未符既得条件或发生继承时之处理方式，或被限制员工权利新股。遇有未达既得条件者，本公司将依法以原发行价格收回其股，并办理注销。
员工资格条件及得或被获任何工资补助。一、截至发行日止，为本公司正式员工且绩效良好者为限。实际得为获配之员工及数量，将参酌年资、职级、绩效表现、整体贡献及其他因素等，并考量对 ESG 参与贡献度及公司营运需求及业务发展策略所需，于法律规定之限额内，依本公司订定之限制员工权利辛苦发行办法分配之。二、单一员工获配之数量应募发准则规定办理。四、办理本次限制员工权利辛苦之必要理由，为吸引及留任所需专业人才，激励员工及提升员工向心力，以共同创造本公司及股东之利益，其确保本公司员工利益与股东利益相结合，并使公司营运目标与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成果应能相结合。五、可能费用化之金额，对公司每股盈余稀释情形及其对股东权益影响事项。本次预计发行之权利可限制员工权利辛苦发行总额，以不超过本公司发行股数3%为限。本公司停止过户开始日前十营业日平均收盘价每股32.38元计算。假设吸引每股10元为任股价格全数发行，并考量员工记得期间股价波动日、无风险利率等因素，带入选择权价模型计算。发行后每年分摊之费用划分团队。113年度、114年度、115年度、116年度、117年度及118年度之估算分别为新台币279.8万元、1492万元、2051.5万元、1983.3万元、746万元及186.5万元。对公司每股盈余影响各约0.03元、0.14元、0.20元、0.19元、0.07元及0.02元。以停止过户日本公司已发行股份1,023,200,8,229股计算。南本公司未来年度之营收预估将持续成长趋势，故整体评估对本公司未来年度每股盈余之稀释情形尚属有限，对现有股东权益亦应无重大影响。说明四，本次发行限制员工权益辛苦锁定各项条件，如经主管机关指示，相关法令规则修正，或因金融市场状况或客观环境需修订或修正时，应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之。说明五，本公司发行之限制员工权利新股，将以股票信托保管方式进行办理。说明六，本次发行限制员工权利新股，相关限制及重要约定事项或未经事宜，本公司订定之发行办法，请参阅本手册附件六第16-19页，请决议。那谢谢司仪。那针对讨论事项第二案，不知道在座各位股东有没有其他的宝贵的建议？那谢谢各位股东。如果没有意见，本案将并同前面3个议案，依照董事会提案的内容一起进行投票与表决。那投票时间我们定为2分钟。那本席指派股东户号八号杨明业担任监票人。那再麻烦原副证券协助计票。那并请司仪帮忙投票票决相关事宜。承认及讨论事项投票报告，请各位股东依照议案编号使用表决票。
本次使用的是1-4号表决票。赞成一样的股东，请将反对字样解除，留下赞成字样。反对一样的股东，请将赞成字样解除，留下反对字样。请将1-4号表决票投入表决票箱内，请监票人说列。请监票人亮票箱。奉主席指示，投票时间定为2分钟，现在时间为9:16，投票截止时间定为9:18止。请各位股东女士先生踊跃投票，谢谢。各位股东女士先生，投票时间即将截止，如您尚未投票，请尽速投票，谢谢。投票时间截止，请主席宣布开票作业。投票时间已截止，麻烦请监票人员及工作人员开始进行开票作业。
现在请司仪宣布表决结果。议案表决结果报告：嘉荣科技风险股份有限公司113年股东常会议案表决结果报告。表决出席股数及权数报告。表决时之出席股数6052541权。表决时之总表决权50万2541权。承认事项按由112年度营业报告书及财务报表案。赞成权数5922万1686权。本案经出席股东加计电子投票表决结果，赞成权数占表决时之总表决权97.88%。请主席宣布表决结果。承认事项提案本案通过。承认事项案由二112年度亏损国股案。成全数5920万8791权。本案经出席股东加计电子投票表决结果，赞成权数占表决时之总表决权数97.87%。请主席宣布表决结果。关于承认事项第二案，本案通过。讨论事项按由一修订本公司公司章程案，赞成权数5922万918权。本案经出席股东加计电子投票表决结果，赞成权占表决时之总表决权数97.88%。请主席宣布表决结果。讨论事项第一案，本案通过。讨论事项按由二，本公司拟发行限制员工权利新股与重要员工案，赞成权数5920万5301权。本案经出席股东加计电子投票表决结果，赞成权占表决时之总表决权数97.85%。请主席宣布表决结果。讨论事项第二案由本案通过。再请司仪进行下一个议案。临时动议。请问在座各位股东，不知道今天还有其他宝贵的建议？若没有这个任何的宝贵建议，谢谢各位今天股东的参加与莅临。本席宣布今天的股东常会到此。